哈。哦哇，有我看到重点字了，有人讲要脱单 ，OK， 很多彩妆客。那这里呢，我要跟大家就是我要做一下，跟大家来一个简单的互动哈、哦。你们有没有可以举一下小手手嘛？谁是今年哦，或者现在或者任何时候想要脱单的有吗？有吗？来，你们来举手给我看一下。来，我举手了。有吗？因为今天这个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哦，有很大的关系哦。因为又是过年嘛，过年的最后前一天哦，农历新年的过年前一天，又是情人节。那这个时候我们又觉得，我又很想要脱单，或者想要更幸福了，有吗？哎，我看到 Alice 举手了，还有吗？还是其他顾问都哦 ，Shirley 也举手了，哇，一起脱单哦 ，OK。那当然呢，今天除了脱单，你想让自己很幸运啊，幸福啊，人见人爱，去到哪里都是哇，大家都会。跟你就是哇，魅力满满的。那今天我要恭喜大家，因为你们都来对地方了。有很多人举手了。佩西也是有讲举手这样子。OK， 好，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 May， 我是一名90后。那我在 Mary Kay 已经五年了，是 Mary Kay 的 Sales Director。然后接下来的目标要大声宣告，因为现在还在过年哦，大家你们请我每次老师分享，你们也要记录下来，你们也要习惯自己懂得怎么样去宣告自己的目标，因为你宣告才会有哦，才会有动力。那我的目标呢，就是在今年呢，可以拿到 Mary Kay 公司送出的粉红色轿车 Toyota Altis， 然后我喜欢那辆，我觉得很像跑车 ，OK， 所以大家要记得 ，Hello Anne 老师 ，OK， 那这是我简单的 ，I sorry， 那事不宜迟呢，我今天要邀请这位很厉害的老师，大家小心，你们在海报上都有看到的话，就是我们的能量棒 Agnes 老师，哇 ，Agnes 老师在我心中哦，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老师，而且哦，等下哦，你们真的要很流行的去听，因为哦。Agnes 老师的魅力哦，是你没有办法可以离开的吗？他的笑声啊，然后他的每一个点子，而且 Agnes 老师是非常非常有创意的哈。然后在他身上呢，相信大家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OK， 那事不宜迟呢，我们就来邀请我们的 Agnes 老师。Agnes， 你好吧 ？Agnes， 我爱你。好了，我 stop share 这一个先。耶，是，我也爱你们。耶，哇，谢谢妹妹老师把我这么热情的介绍出来呀、啊。哇，对，我是能量棒 Agnes 棒老师哦。哇，今天由我来教你们脱单哦。啊，我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感谢妹妹老师给我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哈、哦、线上教大家脱单呢。哇，而且今天哦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哎，情人节2月14号，情人节来教脱单哦。我相信在线上的哈、哦，如果你是单身的，请给我打一个一好吗？如果你是单身的，啊，打一个。如果是你已经有男朋友了，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不敢出去外面庆祝的话啊，所以来线上学习的你给个二，好，有情人的，好，已经有男朋友的给打二。有哈、哦，然后如果是18岁以下，可是你对彩妆很有兴趣的，你给我一个打一个3，18岁以下。如果你是已婚的已经结了婚的，就打一个5。哇，就打一个5号，让我们来看一下，有哈、哦，真的在线上哦，真的有单身啊，有情侣的，还是结了婚的都有哈、哦。哇，我看哇，结了婚的这么多，原来哇，觉得你们很棒嘞，你们结了婚还要来学这个脱单妆，哇，是不是很有目的？太棒了哈！你们想不想结了婚？你们已经是哈别人的太太啊，或者是别人的妈妈，可是还有人叫你小姐呢。当然结了婚，我们的不是要脱单，是想要让自己哈，让别人感觉我们更加年轻，对吗？对不对，妈妈们？啊，对哈，对哈，好，我今年哈，我在 Medicare 我很。骄傲也很荣幸的可以、哦没有秘密，很多人讲年龄就是你人的秘密嘛，对吗？或者 Medicare 我非常喜欢跟别人分享我的年龄，尤其是在今年、啊、为什么？因为今年是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年，因为我今年是50岁了，50岁，哇，50岁是不是给人家感觉是哎呦，好像已经是很老的，已经迈向老年的年龄了，对吗？可是我出去哦，还有人叫我小姐，
是不是很开心？哇，还有人叫我小姐，我去买东西的时候还有人叫我小姐，那种心情你可以想象嘛，是非常的兴奋的，这比中了马票还要开心。在这里要非常感谢哈，Medicare 教会了我化妆，好，非常感谢 Medicare 这个平台教会了我化妆，而且哦是免费的，是不是很值得？所以你们今天来到哦线上的，因为摆上这个时间呢，来到线上学习，你们大家都是赚到了，好，赚到多少钱呢？最少赚到50千以上。因为面洗化妆真的是很贵的嘞，而且 Medicare 哦教的是高级彩妆，还有教我们哦怎样修饰我们的脸，修饰我们的轮廓，想让我们的脸哦啊圆形脸看起来比较小，让我们的脸哦看起来比我们实际年龄还要更加的年轻，是不是很棒？所以你们今天来到这里，是不是已经是赚到了？最少赚到50千以上嘞，可以让你哦画到变成瓜子脸，哇！每个人都很想要有瓜子脸，好，因为瓜子脸看起来比较年轻，对吗？哇，我看一下你们热情一下，你们热情在哪里？我讲了这么多，你们兴不兴奋？哇，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耶，让我看一下你们的兴奋度在哪里，让我看一下你们的热情在哪里。哇，看见你们越兴奋哦，越热情啊！哇，我就会把我所学的哦，在 Make 所学的都是完完全全教给你们的。啊，我的人是这样的，我一开心啊，哇，我就什么都分享。我一开心，我会的全部都会教给你们，毫无保留的。哦，一开心一兴奋的，我什么都愿意教给你们了，毫无保留。哇，看见了，看见你们热情了哈，看见你们热情太棒了哦。哇，那我就要用心的教你们了哈，毫无保留的把我会的哈，在 Make 这10年里面所学的彩妆都教给你们哈，你们要吗？哈，都毫无保留的哈，跟你们分享，相信大家都很期待了，要学化妆哈。你看我这边是已经是化了妆的，化了妆了，看见吗？啊，这边是完全是哇裸妆哎，你看裸妆，你看。啊，在 Medicare 啊，我可以很骄傲给人家看见我的裸妆。其实很多化妆师啊，或者很多美女都不喜欢给别人看见自己真正的裸妆，自己的真面目，对吗？素颜，对，素颜，对不对？因为觉得素颜好丑啊，有没有？在 Medicare 让我很自信啊，可以跟你们分享。虽然是我还不是很完美，我的裸妆，我的素颜，我还有痘痘嘞。最近啊，冒痘，50岁还冒痘，你看。是很开心的事情哦，皮肤好好啊，谢谢 Medicare 哈、哦。对，因为 Medicare 的产品才会让我皮肤这么好，要不然我以前哦真的是很糟糕哦。我以前是痘痘皮肤，痘痘皮肤好了过就是啊老化皮肤，就是很多的皱纹，很多的细纹，然后皮肤下垂的。以前的我皮肤，因为 Medicare 的产品让我的皮肤越来越年轻哈、哦。哇，你也在爆痘，因为新年吃了很多新年饼干哈，所以爆痘也有可能戴口罩的关系，也导致我们爆痘啊。所以我们有了 Medicare 产品，我们爆痘真的是不会怕。以前爆痘真的是很害怕，现在有了 Medicare 产品，爆痘都不怕了。那、哎、有爆痘这些小问题哈啊，而且我们学会彩妆可以修饰一下。好，话不多说哈，现在我要进入我们的彩妆了，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只有45分钟，我会用最快速的哈速度来。教你们彩妆，而且给你们简单感觉到彩妆原来其实很简单，只要45分钟就可以让自己变美了。而且我这半张脸呢，我只用了10分钟就画好了，包括画眉，我先画个眉都要1个小时。好，这半张脸只是用了10分钟就画好了。好，现在我是要用哈啊，因为我教你们可能要用到30分钟来跟你们讲解一下这边。好，我用半张脸来教。等我们要化妆之前哈，记得哈，学化妆最重要还是妆前保养。因为我们要有完美的底妆，一定要有完美的皮肤。如果我们没有完美的皮肤，我们画上去的彩妆会卡粉，而且会显露出我们的细纹，突出我们的毛孔。有没有很多人讲，哎，我不要化妆，因为化妆，哇，我的皱纹全部跑出来，因为化妆我的毛孔全部跑出来。啊，因为就是没有妆前的保养，所以你要真的是要有完美的底妆，你一定要有完美的皮肤。好，然后我这边真的是完全裸妆给你们看的，毫无保留，真的是一密并薄哎，薄哎薄米加哈，什么都没有的。好啊，让你们看得更加清楚。或者我把头发给夹起来，看得到我吗？如果看不到我的打三，看不清楚的啊，因为你要看得清楚才可以学到真正的彩妆的技巧。哦，其实彩妆不难，就是要学技巧而已。
好，每个老师有每个老师教的技巧不一样，你不要讲，哎，为什么这个老师这样子教，那个老师这样子教，好，因为每个老师哈都有不一样的那个 technique 哈，他们的技巧，好，所以你可以把每个老师的技巧给写上来，你就是很棒了哈，很厉害了哈。然后我们洗漱啊，现在还没有化妆之前，我教你们保养，好，要保养，哎。要保养之前我们一定要擦一个我们的哈保湿水，因为 Medicare 其实外面有很多爽肤水呀、啊、收缩水呀、啊、有很多精华水，有没有，所以我们一定要擦保湿水哈，保湿水是给我们皮肤啊水当当哈，又保湿，而且这个保湿水可以去除我们的黄皮肤，而且我们皮肤有没有，有些人是黄黄的啊，可以我们擦一个保湿水，保湿水，嗯，保湿水，擦了保湿水，如果你想要让你的皮肤有光泽度的话，你就要擦多一个，我们叫精华水，看一下我的精华水掉去哪里了，好，我们的精华水在这里，啊，这个月有促销哈，我们的精华水，哈，精华水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皮肤要年轻，我们就要擦精华，要皮肤一年比一年的年轻的话，我们一定要擦精华，然后可是精华很贵，我也知道要擦很贵，对不对？哎，你可以擦这个精华水，它比较经济，那、啊、而且有达到那个哈啊，就是让皮肤年轻的功效，而且可以让我们皮肤看起来是啊白皙皙的啊，我们可以这样子啊，用按压的方式，按压的方式擦我们的精华水。啊，按压方式哦，所以你真的这样让你的皮肤哦啊美的透亮，美的哈、啊、很白嫩白皙的话啊，我们都是会有两支啊，用保湿水又用精华水，当然是看因人而异。好，如果你想要更了解，可以找带你进来学习的哈、啊、美容顾问们哈、啊，那啊询问他们你的皮肤要用哪一种水。好，我们擦了精华水过后，我们就是要擦我们的精油。啊，连这个精油哦，我们报名哈、啊，报名我们的可乐口粉有送哦，有送。如果是美容顾问哦，你们快点去报名可乐口粉有送哦，这个价值185块的精油有送。因为我们擦了精油过后，我们化妆皮肤会好像韩国人一样水嫩嫩的，有没有哈、啊？不用很多哈、啊，一滴啊一滴就够了哈、啊，它是一个泵啦。其实我们不需要用到一个泵，只需要啊。大概是啊，我皮肤这样，我放两滴，两滴就够了，两个滴，好，一点点就够了，要擦下去，好擦，然后你会看到你的皮肤会更加的哈、啊，有滋润度，啊，就不会那个皱纹啊、细纹啊，啊就不会哈、啊、跑完出来，因为有皮肤只要够滋润，我们的细纹、皱纹就会沉淀下去的，就不会浮现出来。啊，所以妆前保养很重要，有多还有多，我们可以擦一下颈，还可以擦一下头发，然后手掌如果很有多，还可以摸一下头发。哇，你看我们这精油可以哈啊，哪里都可以擦的，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脸、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颈都可以擦的哈，这个精油很值得送的。你可以问带你进来的美容顾问是怎样得到，或者问你的老师怎样拿到这个送的赠品啊，赠品一定要知道怎样拿。然后我们再擦我们的滋润霜，哎，对，我们的滋润。对，我们这个美白滋润这个月也是有促销哈，我都用这个月有促销，有送的产品哈，因为有送比较值得嘛，我们要用到美啊，用到便宜也要用到值得，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哎，我的汤匙哈，来用汤匙挖一挖，擦一些滋润，这个哈早晚都可以擦的，这个滋润霜哈，这美白黑珍珠滋润霜，好，早晚都可以擦的，这样哈放在我们的脸颊这边，然后我们再用轻轻的啊按摩进去。嗯，太棒了哈！我们今天很特别的日子，一起在这边洗彩妆，我觉得太有意义了，哈，太有那个价值，太有不一样的感觉了。平时情人节每个人都往外跑了嘛，哈，哇，对，我们现在可以一直在线上，我觉得真的是，哇，真的是可以历史上的纪念来的，太棒了哈。好，明年的今天我们就可以，哎，我们这今天是在学习耶，哦，投资哈，投资我们脑袋，投资我们的手。是不是很棒？好，查了哈。如果白天的话，或者是晚上你还有要出去，你一定要查防晒。查防晒，今天有跟你们分享的，这个是哈我们 Medicare 的 SGF50 的防晒。嗯，啊，对，还没有查防晒之前，我就要查眼霜。这个眼霜也是送的，买眼膜送的，价值135块，哎，139块是送的哦。快点问你的美容顾问，或者是问你的老师，怎样得到网案？我今天所用的东西很多都是送的，是不是很值得？你看，我们可以美到很美，因为我们很多产品是送的，是不是超值得啊？这个眼霜哈，我们要擦眼睛，擦了过后，等一下我们化妆的时候，眼睛的皱纹就不会出来。你看，我才用一点点而已，你看都擦了哈、哦。你看，只是要洗一点点就可以，但有多的地方怎么办？有多可以擦紧。
好，擦的有多，有时候我们会一下子擦弄太多，不用紧了，挤到太多，我们可以拿来擦紧哦。对，明年的今天我们就看到我们是差不多有非常有价值的今天的时间哈、啊，摆上来这边学习彩妆，那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皮肤真的是美美的啊。然后我们要擦防晒了，擦了防晒啊，要保护我们的皮肤啊。擦完了防晒，我们就可以正式进入我们的化妆了。有没有人觉得很麻烦要擦这么多东西？有吗？觉得很麻烦的请打一，觉得哦正常的打二，来看一下有没有。有哈、哦，哎，那些就正常，对，正常是打二。有没有人觉得很麻烦？觉得很麻烦，要擦这么多，没有化妆就要擦这么多样，就觉得好麻烦。你看，爱美的女生哦，真的是哦，要付出很多的时间，也要付出很多的金钱，来让自己的皮肤。看我的皮肤，要擦了，只是保养罢了。你看我的 foam 起来，我只擦保养品罢了。你看见吗？我的 foam 起来，我还没有擦彩妆哦，一点彩妆都没有擦到，你看到吗？所以是不是要麻烦？如果你要让你的皮肤越美，要让你的皮肤越年轻，你真的是要去习惯这个麻烦，习惯这个步骤啊，习惯保养的五步骤，这是正常的啊，保养五步骤是正常的。韩国人皮肤为什么可以这么美这么年轻？韩国人保养啊，最少每个人都用20样产品以上，早上一套，晚上一套，好、啊，冬天一套啊，夏天一套，看见吗？韩国人皮肤为什么这样美？50岁、60岁、80、70岁还是这样美？因为他们真的很舍得用产品哈、啊。只有你舍得用产品，你的皮肤好、啊、会讲话，你的皮肤会告诉你，好、啊、会告诉你，看一下你的皮肤是不是很美？我没有化彩妆哎、欸，你看裸妆是不是更美？有擦了保湿滋润，只要皮肤够滋润的话，你的皮肤真的是好、啊、美美的，看不到皱纹，也看不到你的毛孔。哇，所以要美的话、啊、要年轻的话，一定要舍得投资自己的皮肤，投资自己的皮肤是最有智慧的女人，认同吗？好、啊，这句话不是我讲的，是很多成功的女人讲的。 OK， 可以了吗？我们保养步骤做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彩妆、啊、彩妆步骤了。可以写上来吗？因为我时间上的关系，所以我会很快很快很快、啊、如果你们真的是、啊、记不下来，你可以找你的老师，或者找你的美容棍，或者之后看重播，妹妹老师讲有录起来哈啊，对，我们化妆啊，擦完防晒过后，我们就进入化妆，进入化妆的第一个步骤，我们就要擦这个 foundation primer 啊 ，foundation primer 啊 ，foundation primer， 写一下，排一下这样子哈，好，因为这个是毛孔隐形霜。毛孔隐形霜擦了过后，第一可以遮掉我们的毛孔和细纹，再来可以让我们的妆更加的。啊、更加的服帖，更加的贴皮肤，而且让我们的彩妆更加的持久。所以我们一擦的时候先擦我们的这边法令纹跟眼纹这边，因为我们这边会比较多皱纹，然后这边会比较多毛孔，毛孔会比较粗大，先擦这边，剩下的就擦额头啊，好，脸颊啊这些了。嗯，好，所以一定要擦这个 foundation primer。 接下来我们就要擦我们的粉底啦，粉底。好，我们的粉底哈，我们今天介绍的是 CCK Medicare 有很多个粉底哈，等一下我今天跟你们分享的是 Medicare 的 CCK， 我用第一白跟第二白的哈，因为我皮肤是可以用，给你们知道怎样选择你的皮肤的颜色，好，用两个颜色给你们看一下，好，或者是可以给你们看一下三个颜色。好，一号、二号、三号，第四号是印度人用的，所以我就没有拿哈。等一号是我们的 Very Light， 二号是 Light to Medium， 三号是 Medium to Light。好，所以我给你看一下第一白的，一点点就够了，在我的脸颊这边画一条线，然后第二白的哈 Light to Medium， 在这里再画一条线，然后第三的颜色在这里再画一条线，看得到颜色吗？不清楚。我画深一点，我画多一点给你们看到，就买这个颜色。OK， 好，好，你们看一下这三个颜色，嗯，可以看得到吗？画深一点，嗯，好，你们觉得我的脸用哪一个颜色比较适合？如果你们不选你们的皮肤的颜色适合哪一个，你们就这样子哈。如果太多。看不清楚就跟它画薄一点，嗯，你们觉得是哪一个颜色比较适合我的皮肤啊？一就打一，二就打二，这个就打三，适合哪一个？好，如果选的话，你不知道你的脸适合哪一个颜色的话，你就可以
好，可以这样子画，看见吗？嗯，好，嗯，有些人讲一，有些人讲二，对，一跟二我的皮肤都可以用。好，其实我的皮肤一跟二都可以用。好，擦一的话啊，如果擦一号，我的皮肤就看见啊，很亮啊，粉亮，粉亮。如果擦二号的话，我的皮肤就会看见，好、啊，就是普通的皮肤了，没有特别的亮。好，如果一号擦二号的话，我皮肤就啊就会很美。好，有时擦起来会更美。看我现在擦了一号跟二号擦，它会非常美的，看见吗？因为我这个哈、哦，我只是擦一号罢了。好，我这边只是擦一号，好，它是亮，可是就没有觉得很美，有没有？好，因为我这个刚才没有放到精油，我的皮肤，这个皮肤刚才有放到精油，你看，哇，特别喜欢这个皮肤嫩嫩的。如果擦三号的，我皮肤就很暗，所以三号我就可以擦在我的这边要修饰的地方，好，要修饰耳朵下面，好，要修饰的地方，好，只是擦下去而已，好，就这么简单哈。然后我再擦一下额头这里，额头。因为用手擦，刚才是因为要示范给你们看颜色，所以我用手擦了。用手擦了，那个粉底其实没有这么贴皮肤，所以我会用这个，我再用这个化妆上，再用这个零死角的，我们这个哈粉底上可以扫我的鼻子这里哈扫，然后最重要嘴唇这里，这个是零死角的，那里就可以扫。啊、还有眼睛这里，还有额头这边，最重要、哦、不要等一下头发看见是你有两个颜色就不美了、啊、这边要扫一下，这个是零死角的，我们的这个粉底上再扫一下，我们的妆会更加的均匀、嗯、可以看到吗？有没有看到很自然的？你看、啊、我的斑都开始 遮到了，你看见吗？我的暗苍蝇也遮到了，虽然是好，没有遮到很完美，所以还可以再擦我们的遮瑕。所以我们遮瑕的，我们 concealer 其实有四个颜色。好，我今天拿三个颜色来给你们看一下。好，有 very light，very light 是 highlight 的，还有一个就是deep ivory，deep ivory 可以遮我的这些斑，好像我皮肤不是属于黑斑嘛，只是一些暗苍蝇哈，所以我是用这个dark ivory。如果你是有黑斑的话，你就要用那个非常黑的那个叫什么颜色去了，忘记了very dark 啊，看一下哈那个 concealer 啊 dark deep peach，deep peach 最深的颜色。好，所以我只是一点点的暗藏，因为我就用 dark ivory， 好，就是第三个颜色可以遮这些暗藏的地方。OK， 好，擦这个的时候最好是用哪一个那个果灯，哪一个这个好粉扑啊，我们叫粉扑啊，用按压的方式啊，不要推，如果你用推的方式，你遮不到的哦。好，如果你要遮瑕的话，你一定要用按压的方式。好，这个就是技巧啦。如果你推推推，你这种直把推推推还是遮不到的哈，因为已经给你推掉了。好，就是要用按压的方式，你看就可以遮掉我的暗疮了。有没有？有没有我的暗疮？好，记得我们化妆，记得哈，遮瑕少量多次。如果你觉得哎还遮不够，你就再擦多一次。好，觉得哎还没有遮到，你就可以再补多一次。好，少量多次，你不要一下子多多厚厚看到你的妆容就不漂亮了。好，记得要少量多次，来我们一起讲哈，少量多次。好，记得哈，我们化妆一定要少量多次，然后这样子。好，这样的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under eye 是遮那些黑眼圈的。好，或者你有黑眼圈啊，有眼袋啊，你可以遮。好，这样遮哈，你这个法令纹也是可以用 under eye 来遮 ，under eye。然后我比较喜欢用这个粉扑啊，但粉扑有很多种，然后你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粉扑啊，或者什么什么蛋啊，你们的什么粉底啊，啊什么蛋那个，年轻人很喜欢用那个什么也是可以哈。OK， 嗯，就这样，这，你看这哈，你看。好，黑眼圈，整个皮肤更加的完美，所以我们要画完美的底妆啊。对，彩妆蛋也是可以，对，彩妆蛋，对哈。所以你要完美的底妆，你一定要用遮瑕啊。如果你没有，好，你看我们有用遮瑕的话，我们
啊，就看到我们真的是啊毫无瑕疵，把我们的问题呀、啊，我们的一些啊皮肤不美的地方都给修饰了，给遮瑕了，有没有？好、啊，所以你觉得哎呀遮瑕很麻烦的话，你的皮肤就不会有完美的底妆，除非你的皮肤是很完美，没有东西要遮的了。好、啊，如果通常我们皮肤一定会有一些东西要遮的，毛孔洞啊，还是暗疮啊，还是一些雀斑啊黑斑之类的。好、啊，而且我发现老师皮肤整个上扬了，对，上扬了哈，对，你看 Medicare 产品，好，因为 Medicare 产品每一个都有抗老的成分跟保湿的成分，所以我们擦的时候好会上扬的，好，所以我们的 Medicare 彩妆品其实是保养品，有保养的成分在里面的，它不是只是单单的一个啊彩妆品，而且还可以啊透气，最重要它是可以透气的。好 ，Make 的彩妆品是我们跟保养品一起的，二合一的。好，看得到哈，你看是不是很明显的？你看，好 ，OK， 我们擦完了底妆过后，我们就要擦我们的眉。好，当然有一些人讲，哎，我底妆等一下好像怕会掉妆，会什么的话啊，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再擦一个，哎，擦我们的蜜粉。啊，我们这个蜜粉哈，蜜粉我们 Make 很好的是有锁起来的，你要转起来，要不然打不出，锁掉了的，好，所以我们要转开，要转开哈，转开，然后打，然后我们就用我们的粉，这个是长蜜粉的粉，最大支那个是长蜜粉的，我们用按的方式，按了敲敲一下呢，按在皮肤那边，嗯，按了才来扫，你不要一下子扫，等下就扫到你的衣服啊，黑肮脏脏，啊，按了才来扫，嗯，按了才来扫 ，OK， 然后我们就做定妆。哦，这个是定妆跟控油，嗯，连这个是有提亮的功效。我们这个粉底，这个蜜粉哈，有提亮的功效，它更加的提亮了，看见吗？哦，有没有？哦，好，到最重要的是眉，我们戴口罩，现在每个人都戴口罩，所以我们的眉很重要，跟我们的眼睛很重要哈，所以我们要画眉。我现在用最快速的哈时间来教你们最快速的方法，教你们画这个眉。你们觉得眉好难画啊？有眉要画眉啊，一个小时都画不好。现在我跟你讲、哦、我一分钟搞定那个眉，我真的一分钟搞定这个眉，然后你最重要的是看你的眼头、啊、眉头在哪里，要画出来，眉头从鼻子这里上去，然后还有我们的眉峰最重要，每个人一定要眉峰，要不然你画的眉就是倒眉嘣倒下来这样子，一定要有眉峰，看起来哇整个才会有那个立体感，好，看到整个眼睛会上扬，好，不是整个倒眉倒下来的，所以从我们这个鼻翼这边，还有眼珠这边，鼻翼到眼珠这样子上去，就是我们的眉峰。好，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眉峰在哪里，通常有些人的眉峰很容易看到，有些人就不知道。好，通常就是在这个黑眼珠这边上去。好，如果你的鼻够长，你就这个鼻翼黑眼珠这边就是眉峰了。好，然后眉尾就是眼尾这边，好，然后我们嘴角眼尾上去这边就是我们的眼尾了。如果你的眼尾画得太长，就感觉你的整个眼睛是垂下来的，如果你的眼尾画得太短的话，就感觉你整个人好像不大方的感觉，觉得好不大方，不大得体。好，再来我们的眼尾也不能低过我们的这边眼头，这边我们眼尾跟眼头是平衡线的，不可以长过我们的眼头的。然后等一下画的时候，好，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三个位置，三个点最重要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画了。我们从这个眉峰这里，好，这样子画一横，眉峰画一横在我们的眉头这边，啊，这样画一横，在眉头这边，看到吗？只是打横这样画。然后我们这边，这边啊，眉头这边，看到看眉头就在一撇去我们的眉尾。一撇去我们的眉尾，然后我们这边就填色，填下去就好了，然后这边就这样填下来，就轻轻这样填一下，整个眉形就出来了，好，看到吗？整个眉形就出来了，看到吗？好，然后我们就用我们的眉刷来刷一刷，给它自然一点。然后这边刚才点的哈，然后我们就轻轻扫一下。那我们的眉就这么简单的画出来的，
好，可能还有些不够立体，好，不大好看啊，我们就用棉花棒修饰一下。啊，这边可能有时画的太高，我们可以修饰一下棉花棒。嗯，然后修我们要的那个形状出来。如果画的太粗，我们就这边修饰一下。好。如果当你修饰的时候，你看到哪里好像颜色不够均匀的话，你就再画多一次。再画多一次，最起码你的那个眉形已经出来了，看到吗？有没有眉形已经出来了？好，然后你可以再修饰一下。因为我看着这个镜头哦，看着这个电脑，方向有点反，所以画的没有办法一次过画好。如果是看着镜子的话，我一次就画好了。你看，我就一分钟画好了。你看，我再补了一下，看我眉形就出来了，看到吗？看到吗？是不是很简单又很快？是不是？好，画一分钟，修饰一分钟，最多两分钟就画好。当你习惯了过后，你看你的眉真的是一分钟就画好。然后这些地方有时候不当眉的时候，你可以用粉底。OK， 你可以用粉底再来画一下。这边再来做修饰一下，一定要用扁的哈，扁的最扁最扁的这个哈，这个粉底上，这样子在我们的眉形这边再画一下。然后你的眉就会看到很立体了，尤其是这里。好，再跟它补一下色。然后你又看到你的眉会更加的立体。有没有？那个眉有没有更加的立体了？看见吗？哇，是比纹的还要自然，给你们看清楚一点。是不是这样看呢、是不是这样？是比纹的还要自然，有没有？比纹的还要自然，而且真的两分钟就可以画好了。真的很简单，最重要你要把你的好眉峰、眉头、眉尾好那个位置给拿捏好，然后你就很快就画到了。然后先画那眉峰下来，有没有学到？没有学到哈，我们改天再来补习。哇，接下来我们就要画我们的哈会说话的眼睛啊，眼睛是什么？灵魂之窗啊，来画我们灵魂之窗啊。在我们还没有放我们的爱学多之前，我们一定要放这个爱牌吗？让我们的那个爱学多更加的持久，更加的上色，而且不容易掉妆啊。然后我们只是用，一定要用这个第四个手指哈，不是用贝多芬的那个手指哈，是用你的第四个的手指，用你的无名指，只要一粒小粒豆的分量就可以了，一点点就够了。然后这样子，用点压的方式，不要啵啵啵啵啵，也不要擦哈，不要推，这样子轻拍的方式，我们叫点压，或者叫轻拍，好，不要推。不要推，不要大大力哈，这样子擦上去，然后我们就擦爱学豆。今天我教你们擦的爱学豆是用两个颜色来擦，然后今天这个，看得到两个颜色。好，爱学豆那个分量是你要你的妆厚还是薄还是浅的话，就看你自己哦。好，如果你要厚一点，你就加多一点，记得一定要少量多次，好，一层一层的加。OK， 好，我的。可以看到哈，然后我用的颜色是，在这个德露这边，爱学豆，OK， 这两个颜色，好，这两个颜色可以看到吗？哈，然后哈，因为我有德露给你们看，你们就可以找到我用什么颜色它的英文名是亮色是 Crystal Light， 还有一个叫做 Golden。好像是Golden Milver 是吗？妹妹啊，你可以的话就把名字打出来啊，因为我英文不大好，在美也可以很棒，英文不好也可以做督导的。英文不好不用紧，就要让你开心的分享。对哈 ，Golden Milver 还有一个 Crystal Light， 对，好，用这两个颜色，你看，好，如果是觉得这样子不够深的话，你们就可以再加厚一点，看你们自己哈。彩妆的厚啊浅啊是看你自己的咯，自己的喜欢自己可以拿捏。
我用啊，用爱谢多的烧有点斜的，看见吗？这个有点斜斜的，就查我们的这个叫做啊 Golden Mauve 啊 ，OK， 查这个颜色 Golden Mauve， 好、啊，给你看一下。我如果接这个浅，因为在镜头可能就会看到浅，可以再加一点，从眼尾查上来，你看好，然后你自己去加深它。好，我就开始画这边的哈。OK， 记得从眼尾这边找上去，我们最多是查到二分之一，查到一半就好了，不要查到眼头。然后也是用好按压的方式，你点了过后才来慢慢扫往内扫进去。嗯，好，你觉得不够你才慢慢加，记得一定要少量多次。哇，我们今天会有情人节礼物耶，像我们上线洗彩妆都会有情人节礼物，是不是很棒？太棒了，我要情人节礼物，你们要吗？只要你们大家一起用手哈，动手一起画，就会得到，是吗？妹妹老师看一下谁有一起动手画，我现在看一下动手画，然后还有记得要点击那个我们的 link， 我们在一开始还没有开始之前都有给一个 link， 那个 link 呢是方便我们的小助理哦，今天有我们的另外一位很棒的小助理帮忙收集，大家会填写你们的地址啊电话，所以呢让台湾的礼物可以直接送到你的门口哦。哇，来自台湾的礼物耶，太棒了，哇，情人节可以收到来自台湾的礼物真的是太棒了。好，哇，我也要耶，记得按那个 link 哦，你们找到那个 link 了吗？按那个 link 哦，填写你们的资料进去哈、哦。嗯，看好，我们先从我们的眼尾往内扫，扫到二分之一而已，眼头这边不要扫到，看到吗？看到吗？如果你觉得不够厚，你再加多一点啊，少量多次啊，你要多那个感觉是怎样，你自己决定咯啊。然后第二，我们一定要换烧纸哈、啊，这个爱雪多的烧要换，因为我们第二个颜色是啊那个白色啊 crystalline， 如果没有换的话，等下画下来这边就会肮肮脏脏，所以我们烧纸一定要干净。如果你没有换的话，你的烧纸就要洗干净它。好，要不然肮肮脏脏，好，就要用我们的洗烧纸的来洗。好好，每天有这个洗烧纸的，很简单，要喷一下，然后再用 tissue， 嗯，用 tissue， 好，扫一下就可以了。好，如果你烧纸不是很多，好，如果你烧纸哈，你舍得投资的话，就多一点爱雪多的烧纸，你不用每一次画的时候就要洗，有时间哎呦，好。不够时间，就是你知道我们女的每次赶时间的，好，那我们现在要画那个哈，要让我们彩妆看起来是干干净净的，所以我们的烧纸一定要确保是干净的，好，不能有别的颜色，要不然你的妆容就会很肮脏哈。用这个哈洗烧纸的烧纸来洗一下，好，洗一下，然后用 tissue 洗一下，确保它是干净的，好，一定要确保是没有别的颜色的。要不然等下我们化妆化这彩妆就会很肮脏，彩妆和爱雪多一化肮脏了，你整个妆就要洗掉卸掉再化过，所以就会让我们浪费我们更多的时间。那我们用第二个颜色叫做 crystalline 啊，这个 crystalline 啊就是银色啊，是叫银色吗？米色，有些人叫白色，有些人叫米色，等它有一点点闪闪的那个闪粉在里面、哦、然后我们用最扁的烧纸，用最扁的、哦、来画在双眼皮的地方，然后从眼头开始、啊、往内扫、啊、因为用扁的烧纸、哦、我们不会画到很上面来，如果你用那烧纸太粗太大，你画到上面来就看到有好像是做大戏这样，那个妆就没有这么的美，好，就脱不了单，然后人家看到你就会跑。好，要脱单，我们的眼妆哈，要一定要画对的位置。嗯，这样子从眼头往内扫。嗯，可以看到哈，有没有？嗯，看到冰冰的。如果你觉得哈，然后因为我们要脱单了哈，所以我们的眼睛最重要要感觉到是楚楚可怜这样，又好像有点水汪汪这样。好，我们要做我们这个叫锁眼妆，然后我们这个烧纸我们就要喷一下这个定妆水，喷定妆水，然后我们放在 tissue 这边， OK， 放在 tissue 这边可以看到吗？好，放在 tissue 这边，然后喷定妆水，好，喷了定妆水，然后我们再来画，
OK， 好，把我们这个 crystalline， 然后我们用好来在这里画一下。OK， 它的那个哈、哦、颜色就比较明显出来，整个亮粉就会出来，看见吗？然后我们要锁眼。看见吗？整个看到吗？眼头可以锁住。然后再画，整个有锁眼妆，整个感觉到我们的眼睛是水汪汪的感觉。你看见吗？哇，整个。看见吗？有水汪汪的感觉，冰冰的，在我们的眼睛，这个叫锁眼妆。哦，所以你要脱单的话，你一定要让人家感觉到你的眼睛，哇，一看起来就哇，感觉到水水汪汪、楚楚可怜这样。因为男生哦，看见那女生哦，楚楚可怜这样，他们都有那种英雄的那种本色啊，想要去保护我们女生，有没有？很自然的，你看到那女生呢，特别楚楚可怜，还爱哭爱哭这样，很需要别人的保护。男性的那个哈、哦、英雄本色啊，就会出来了，就会想要靠近你，想要关心你，想要多了解你。哦，学会了吗？如果你真的想要脱单的话，你的眼妆一定要画出来，感觉给人家感觉是楚楚可怜的啊，好像是有点水汪汪的感觉这样。好，男生看到就说就很想来保护你，想要靠近你，想要了解有什么心事，有什么地方想要帮助你。就算不是男生女生看到都会愿意靠近你的，好，都想要帮助你的，对吗？啊，哎呦，很厉害！今天化了过后一定可以脱妆哈、啊。然后啊，我会用，因为这个是用 crystal line 嘛，哈、啊，我是用一个也是一样的哈、啊，一样的烧纸来的。我会有两支，第二支我用的啊，也是用会刚才那个颜色 golden melvin 啊。好，然后在我们的这边眼尾这边，刚才这边是好、啊、crystal line， 然后我们这边眼尾这边也是，好、啊、细细的再画多一点点，好、啊。如果是你想要画你的那个窝蚕、啊、画窝蚕也可以在这里画一下窝蚕，看起来眼睛更加楚楚可怜，而且更加的大，有画窝蚕，你看、哦、这个没有画窝蚕的，这个有画窝蚕，你看他眼睛是不是特别大，或是单眼皮女生啊，还是内双的啊？好，如果你眼睛不是双眼皮的，你觉得眼睛不够大，你可以画窝蚕啊，这样轻轻画一点点，薄薄就好，不要太画太黑，画太浓的话，就看到那个眼睛是很肮脏的。好、啊，记得一定是薄薄的一点点的，看见吗？一点点的。啊，然后我们再用刚才用这个 crystal light 的那个烧纸，也白色的，再轻轻的啊，轻轻的画一点点，在这里啊，一点点，一点点，你看见吗？啊，看到那个窝蚕就出来了。接着窝蚕的颜色是浅浅的，不要太深哈、哦。好、啊，看到吗？哇，就看到眼睛会更加的大力。接下来我们就要画眼线。眼线我是用这个眼线笔哈、哦、画内眼线，因为我们要脱单哈、哦，要让那个眼睛看起来是啊，好像水汪汪的，所以我会画内眼线哈、哦，这样子把它提上来，画在我们的内眼线，画在这个眼窝上面。哎啊、对，眼球上面中间呢、哦、先从中间开始。好，如果你是单眼皮的话，或者是你是内双的话，你可以画眼尾。啊、因为是单眼皮或者是内双的话、啊、你画这边可能就看不明显，你可以画眼尾。画眼尾这个 V shape 这边，画眼尾这边，好，画到来这边，画这个 V shape。啊，浅浅的。好，如果是双眼皮的话，啊，你画中间，哈、啊，我这边画中间而已。好、啊，画中间。好、啊，如果是单眼皮或者是内双的眼睛，你可以画这边眼尾这边就比较看到。好、啊，如果你我们不要画到太粗哈、啊，记得那个线条一定要细的，然后不要太粗。太粗的话就感觉到比较僵硬啊，感觉到没有那个楚楚可怜啊，没有让人感觉想要保护你的感觉。好，画好眼睛了过后，我们就要擦 mascara， 擦 mascara 好，我们让我们的 mascara 是翘的，然后我们就要用这个
夹，用这个是怎样夹呢？记得不要一下子啊，会夹到我们的肉，会痛的哈。我们这样子放着，放好我们的眼睛，然后我们轻轻夹，轻轻 testing 一下，有没有夹到眼皮了？夹了眼皮的话，我们就调一调；如果没有夹到眼皮，我们夹进去，按下去，然后我往上提，然后第二次再来按下去，好，然后往上提，往上提，往上提，好，记得要 testing 一下，有没有夹到眼皮哈？好，夹到眼皮的话，你就不要出力；没有夹到眼皮，你才出力按跟这样子拉往上拉。好，可以哈。那我们就擦我们的 Medicare 的防水的 mascara。防水的 mascara， 防水的 mascara， 这样子，好，防水 mascara， 擦的时候我们尽量这样子提上来，往上擦，好，这个是可以加长的，也可以，好，防水的，有防水的功效，那这里是干的，要完了，我还有一支，你去了哪里呢？在哪里的 ？OK， 我们转出来这样子往上擦，你可以擦两层或者是三层，你就会看见你的眼睛、你的睫毛就会加长了。好，记得一定要按着擦。嗯 ，OK， 嗯，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做修容修饰，好，用我们的修饰修容哈，然后我们用这个修容粉。这个修容粉哈，我们修饰我们的脸，修饰我们的脸，我们用这个扫，好，用这个圆的扫，比较小只的，这样子按，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好，轮廓这边，就有这个轮廓哈，看到瓜子脸的话，你要在这个轮廓这边扫一扫，嗯，好，就是耳朵往下这边。耳朵往下到我们的下巴这边，嗯，扫一扫，可以有修饰的感觉，看到吗？有修饰，可以有修饰，然后可以扫下来我们的这个颧骨，然后再扫我们的颈，颧骨这边也是要扫，嗯，这个修容，然后剩下的就可以修我们这边，还有修这边，嗯，接下来我们要修我们的鼻子。我们的鼻梁我们可以用这个比较小只的圆的哈，来修我们的鼻梁，它这边一点，然后这边一点，嗯，这边往下，嗯，好，然后我们可以用手用中指这样子轻轻的推散它，嗯，轻轻的推散它，推，然后我们的鼻子，好，少量多次。如果你觉得哈，好像哇，好像很浓厚的话，可以放在哈右边一点。嗯 ，OK， 嗯，好。然后我们可以用刚才我们的这个 Crystal Light 哈，这个哈提亮的粉，放在这边一点，这边一点，然后用另外一个干净的手指，再轻轻的扫一扫。好，往上扫一点，往下扫一点，嗯，然后这边这样子，嗯，提亮。好，如果你觉得好像那个妆好像有点，好像有多了一点，我们可以用刚才这个粉扑再做修饰一点。好，有时我们化妆会 over 掉的，正常的其实不要怕，我们就要懂得去修饰它。因为粉扑刚才我们有 tap 了我们的粉底嘛，哈，所以我们里面有粉底了，我们就再 tap 一下，一点点，一点点就好了。你看，我们就妆容就出来了，看见吗？然后它就更加的立体的，可以看到哈，更加的立体的。OK， 然后我们现在要擦什么？我们现在擦腮红。腮红的话，我们要用我们的腮红扫，这个腮红扫扁的斜的哈，是腮红扫，嗯，好，这边
腮红上，因为我的脸哈、哦、是圆形，我、哦、看起来比较像瓜子形，有点拉长的感觉，所以我在我的眼尾这边，擦这边。如果你的脸型已经很长了，好，你就在这里擦圆形。好，如果你要让你的脸看起来是可爱的哈，如果你的脸型是长型脸，你就擦这边腮红。然后我的脸型是圆形脸，圆形啊，椭啊，圆形还是还是那种四方形啊啊，要看起来拉长了，就在这里眼尾这边，这里这些都是彩妆的技巧。好，这样子。记得是少量多次，好，慢慢去少，少到好，不要一下子太多，你的就妆容都太深了，就好像做大事一样，好，我们讲马捞洗发的，好，少量多次，你看见吗？少量多次就很漂亮了，好，然后我们再用我们这个，好，打蜜粉的，好，少，再用我们这个，好，提亮，提亮，提亮一下。OK，好，然后我们再擦我们的蜜粉，再擦我们刚才的这个定妆粉，再擦了一次给它定妆。好，记得这个一定要倒在我们的盖子里面，好，不要一下子用太多，好，这样子比较安全。好，再用我们这个定妆，定妆我们的妆就要好啦。好，记得好，还要炒，拍拍一下，按按一下。接下来我们还剩下我们的口红，口红，好，因为我们戴口罩，戴口罩其实也要擦口红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吃东西要把口罩一打开的时候，就会看到，看到吗？如果我们没有化了彩妆，没有擦口红啊，就好像我们，就好像画龙没有点睛啊，没有画龙点睛一样，好，整个没有那个气质出来。你看彩妆很漂亮，对吗？好，再画一个口红。好，现在我们的这个，好，这个 V shape 出来，先画这个唇形，唇形要先画出来，先把唇形画出来，然后要让我们的唇哈、哦、比较耐，而且不用讲戴口罩就粘在我们的口罩，我们再来哈、啊，教你们一点小技巧，画了口红，我们好放这个。再喷我们的定妆液，啊，我们的定妆水这样子喷在我们的嘴唇，喷了这个，然后我们刚才那个定妆粉再擦一下，哎，哎呦。再擦一下我们的口红，我们戴口罩的时候就不会这么容易沾到口罩了，然后就不会这么容易沾到口罩了。看，然后就自然。好，我们化好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喷这个定妆水哈，定妆水它可以保湿16个小时，而且让我们的妆容更加的持久跟耐哈。要关注眼睛，距离二十的量，不要太靠近，太靠近那水分子太多太厚，好，距离眼哈20米这样子。啊，就可以喷到哈，比较细的分子。看，我们彩妆就好了，我们今天的彩妆就好了。你们有学到东西吗？然后就可以把头发放下来了。哎，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个女生哈，一定要有一个卷发棒，我们要脱单啊。我们的头发也是很重要的。好，虽然我们 Medicare 没有教发型哦，可是我们女人也要学会。好，发型也要会一点点，一定要有这个，形象代表一切。对对对，形象代表一切。不要化好妆啊，头发也是，哎呦，你看是不美的。好，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好电剪棒，把头发给弄整齐它。好，因为我们有时头发会不大听话。你看在这边可以写很多，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就随便简单这样子罢了哈。改次有时间再教你们怎样做发型啊、形象啊、怎样穿衣服啊，可以显瘦啊，这些其实都有帮助到的。好，要通。
要脱单哈，要找到哈我们的心爱的另外一半哈，当然是妆容很重要，可是我们怎样选择我们的气质啊，我们的形象也是很重要的。然后形象也是有包括我们的头发，然后我们的服装，还有我们的礼仪啊，礼仪也是有，我们走路啊，我们讲话，我们的站姿其实都有帮助到的。哦，随便一下哈，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就用快速的，你看。哦，如果让你看起来可爱，你就可以留这个刘海，空气刘海哦。如果是你不要，就可以斜一点。因为我的脸是看圆形脸，所以我就把我的发型放去旁边，然后空气刘海一点点就好了，不要太厚的刘海，会看见我的脸就比较没有这么圆，可以有修饰感。好了，简单的妆容，哦，好，然后有时要做造型，我还可以。好，擦一点慕斯给自己，擦一点那个造型的，就可以让自己的头发看起来更加有造型啦。OK， 好，可以拍照啦，妹妹老师帮我拍照，妹妹啦，我可以去拍拖啦。等一下，老师，你摆 pose 帮你拍照，大家顾问们整理一下哦，整理一下，还没有结束哦，等一下你们还有今天的那个情人节礼物啊，老师你摆 pose 可以抽奖，有抽奖哦，有，不要下线哦，还有抽奖，还有礼物啊，还有来自台湾的情人节礼物哎，对，老师我拍三张到，所以你要给我三拍哦，三个不同的 pose，OK， 三连拍哈，预备好了哈，第一张，预备。OK， 然后再来第二张，哎呦，OK， 第三张还有吗？有不同的，要拿产品代表一下啊。OK， 好了，哇哦 ，OK， 等一下，这第三张老师刚才那个没有，最后一个没有拍到哈，还没有，这个promotion哦，这个也有优惠。OK， 拍照第三张啊，一二三 ，OK， 好。耶、yeah, ，来在这里，谢谢一个小时的分享，今天，然后很生动。其实在这里，我反而想要问一下顾问们的回馈，因为我也很感动啊。其实就是今天在情人节，大家也愿意摆上这个时间。但线上我特别有看到有打开镜头的，比方说Win 啊，然后 Paywoon 啊，还有 Catherine 啊，还有耿正浩，当然还有其他顾问也有打开镜头啦。而是这三位呢，我看的我非常要表扬一下他们，因为我看到 Ang 老师做的每一样东西，他们都去做。然后老师讲弄头发哦，他们也去找，然后都别弄头发了，特别弄。我可以邀请一下你们简单分享今天来给 Ang 老师一个小小的回馈嘛，就是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环节或者最喜欢的环节，你可以让我们知道吗？我先邀请 Catherine 先可以吗？伊利的 Catherine， 因为他笑了。Catherine，Hello，Hello， 妹妹老师好。Catherine 好。我是觉得老师今天教的东西有不错，好像说刚才画眉那边，还有那个卧蚕那边。只是我还是有点跟不上了，因为老师太快了，老师太厉害了，应该是说高手，我就一直可能有很多地方跟不上了，但是老师教的真是很有到那个重点呢，就是说要怎样画那种卧蚕啊、眼睛啊那种地方啊，还有胸饰那种感觉。耶、yeah, ，太好了，谢谢 Catherine 的回馈。我跟你讲，不用担心的。今天呢，我们全部都有 record， 因为要想到大家今天可能有的人晚上化了妆，马上就要去脱单了，所以你看 Ang 老师已经为大家幸福着想了，都没人可以都为大家幸福的，不可以，我们要把握时间，只要是二月十四号化好妆就可以出去拍张照，这样 up 一下叫拍照啊就有了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有 record 了这个环节，那鼓励 Catherine 呢可以看我们的重播，那 record 的时候你可以按停。就是哦，老师讲什么哦，打回前十秒哦，这样画 ，OK， 再按停，然后再按回，这样子你会学得很快。对，然后也鼓励你快点拍照，今天的可以拍，然后过后你要再练习再拍哦，就一直放上去 ，tag 你的老师、伊利老师、你的督导或者邀请进来的你的 recruiter 那一些，你会看到从今天，然后慢慢你会有很大的突破。对，彩妆要不断的练习的，其实你看了只是你知道罢了，然后你要自己去操练的，真的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所以就要快。如果是在线下的话，就可以真的是可以真正的做到你的问题。
好，谢谢你的参与哦，爱你哟，爱你哟。要走先啦，还有，我再邀请简单讲的哈，裴温有在吗？我看到裴温也是在改装，他也是在弄头发，走来走去。裴温来分享一下你今天啊，给 M 老师的回馈，就是他整个环节、你记得打开镜头哦，啊不，讲错了，打开你的麦克风哦，因为没有听到声音，你要按那个左下角的麦。啊，有了。我开了，我没有听到吗？有听到，有听到声音的，有听到声音。听到。我刚才在一直断，好彩，那最后又 OK 了啦，我就跟得上。刚才老师也是很快哦，我前面没有跟到，不过我跟的话，我就学会很多咯，遮瑕那些，我今天遮到比较好啊，平常我遮到很烂的，很难遮，我不想遮瑕，现在我今天遮到了我的黑眼圈。这边、是皮肤好好了，看到。然后刚才老师有 record 了，我也是想要再看回。好啊，谢谢你佩服你的回馈，真的很好看呢、欸，那个卧蚕也出来了，对吧？还有整个皮肤的感觉太美了啦，好好，真的要一定要拍照哦！记得今天不管是开镜头、关镜头，大家都记得一定要拍照哦，因为今天是情人节，还是要有仪式感哦。记得跟他讲头发弄了，换一个衣在家拍一张照了，再换回去都 OK 了。然后我看到 Catherine 在偷笑，他在猛点头了 ，OK， 也是吧？Catherine 是很赞同啊 ，OK， 好，谢谢你佩服。好多一位，还有SD Noel 的Win 是吗？叫 Win 对吗 ？Hello Win， 我 spotlight 你了，记得打开你的麦克风啊！Hello， 老师好，你好。今天我比较喜欢就是老师教的那个画那个眼影，是我画的最满意的一次啊。哪一个眉眉哈？对，眼影。啊，眼影哦，眼影是我画的最满意的一次，因为我觉得这个眼影，落长的话应该也是很适合。是，落长好像我们去跟朋友聚会啊那些，我觉得都很适合。然后卧蚕我也是第一次画。画到了，看到你的卧蚕了。谢谢老师的教导。也谢谢你的摆上，谢谢你。谢谢你，我看到他有那种恋爱的感觉，怎么办？我感觉错了，好。我今天只画半张脸而已。看到差别。我下午4点去做直播去拍产品，所以我只画这一边。哇，好棒！皮肤好好、真的很好看。然后整个妆学起来要多练习，就可以越画越得找到自己想要的。好，祝福你，谢谢你们，谢谢 V， 谢谢你。OK， 好，那现在我要问一下，等一下哈，我问一下，我们 Bernice 那个。那可以就好了吗？等一下，在 Bernice 分享之前，哎呀，他学会分享了。OK， 好，没关系，你们就这样放着，然后听我讲哈、刚刚、大家在学习的，你们还想不想再继续学习其他深入的？比方说哈、因为他只给今天大家有出席的哦，只给有出席的人，因为你们很重要，情人节也跟我们一起，所以我们一样重视大家哈、接下来刚刚好像 Angus 老师讲，你们想不想学你的眉形怎么样去找你的脸型、你的嘴型哈、对哦，大家一定要记得，尤其是来宾哈。你们更加要记得今天、刚刚老师用的那一些，应该讲是所有的每一个步骤，人家哎呀，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我要怎样去找，我要怎样有一个完整的 complete set 呢？今天只给在线上的大家留到现在才有听到了哈，原价平时哈、要1300嘞，现在只有400加。好，那个图我觉得你们去问你们邀请你们的人，就是进来这里的，你跟他问，你问他讲，老师讲有一个400加，那个是什么？你去问他们，因为那个彩妆啊，彩妆品。组合，而且全部老师刚刚用的全部，那老师用的全部都有，所以啊，大家要的话，记得你们要吗？还想再学吗？真的还是只是我们要不了？你们要来打一个要有吗？打要看有没有人要，我们来收集一下，今天有47个人，看有没有要学更多，还要学更多彩妆的技巧，要学更多的，要学眉形啦，学嘴型啦，讲话就桃花的那个嘴型，微笑的嘴型哦，有哦，要我，老师感受到了吗？我已经很热了，头发也是有白下了，有很热了啊。
哇、，OK， 哇 ，Rebecca Michelle 有讲 did you make up too？ 哇、哦，而且哦，在这里我要感谢大家 ，Thank you so much， 因为今天其实是中文的环节，但是其实老师你知道吗？线上有 non Chinese speaker， 我刚刚看到九九督导有在啊帮我们翻译，其实是没、有一些是不可能不懂中文，但是也要来学习的顾问们哦，啊 ，big round of applause for you guys to attend 啊、attend today 啊，真的我觉得老师这个就是你的魅力。太棒了！你还看好漂亮，你看你看了 ，OK， 好好好 ，OK， 好了，等下我们先来抽奖，先来 Lucky Draw 啊 ，Bernice 可以邀请你们，谢谢你跟我们太兴奋了啊，只有一个名额罢了哦 ，OK， 名单在这里哈、哦，大家要按 Shuffle 啊，给你们大家看啊，名字有完啊，有你的名字在啊，有啊 ，OK， 按 Shuffle， 然后我们再抽奖，只有一次机会哦，来打上你自己的名字，如果今天想要拿到这个来自台湾的。来了哦，来了哦！哇，来自台湾的礼物哇！好期待，我也想要哎、欸！等一下，等一下、哦，没有走哎、欸，还没有，大家的掌声不够、哦。没有名字的，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啊！这个没有名字的，还有机会，有机会，还要跟你们来一个，期待，期待，我期待哟、哦！还有谁？谁？谁？哎，有熟悉的名字哇！Sherry， 哇，恭喜 Sherry 零属印啊！恭喜你、啊、，Sherry 零属印。对对对，会收到我们来自首、来自台湾的情人节礼物，我会直接寄到你的家。刚刚你没有签上你们的地址跟电话号码了哈，也谢谢 Bernice 我们的小助理在幕后操作，还有呼吁大家就是填这个 form 啊，每一份目前幕后大家有附上就是热心一起帮助的，我觉得都是线上大大的感激。那接下来如果在线上的顾问们，不管是哪一个团队，只要我们都是来自菲林家族的话呢，只要你们有觉得说，哎，老师我也想要跟老师一起啊，做目前幕后啊，学会怎么操控啊，或者想要 admit 人家进来啊，其实我们都很鼓励大家可以团结，就我们大家一起来搞这个活动，才可以邀请更多像 Angus 老师这样这么棒的老师一起来学哦，一起学很多，都可以问很多问题，对吗？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因为情人节，我们不要耽误大家脱单的机会了哈。OK， 可以去拍多点照片，对，要拍你们的 social media。好，对的，来，那在这里邀请大家，我们来个大合照好吗？来，全部可以开镜头的呢，就开镜头哦，要先要比一个很细的妆，然后等下我要拍一个 video 啊，你们可以等下分享好，那 video 也分享在平台给你们的老师哦。看到大家陆续有开了，对 ，And 情人节快乐。谢谢 Kaylee、哦、大家都很有感恩的心哇，我看到好多美女 哇，大家好了吗？好了，我等大家陆续开哈。Yeah, now it's group photo. You can open your, turn on your video, and we have a memory photo as a memory together. 哇，摆好 pose 哦。OK, 好，等下，哎，还有人要进来，一定是赶进来拍照。好了，哇 ，Hello Kaylee, 我们的 Kaylee 对吧？我们的来宾。比离婚的哦，她就是气质美女哎啊！这张所有大家的你我们都要记得，因为我们过后就要脱单了，就要幸福了。所以明年呢，老师我们要准备明年的情人节课，应该会现在是40个人嘛，加起来明年会有80个人了，因为他们有带另一半来。对，明年的今天我们就感觉看回我们今天的哇，照片太有意义了。对，而且我那时候可能说不定我们挑战男生的妆，叫女朋友帮男生化妆，哎，有没有想要？所以大家一定要努力啊！好刺激哦！好了，不错啊！来，我们来拍照摆 pose 先啊！现在有我这边只有一面嘛，我来拍照，预备，一、三。现在还有人要进来啊！来，再来一个，大家给我一个最有气质的、最有 feel、最浪漫的 pose 有吗？女神啊！哎呦，我看到米秀摆那个夹颈痛有吗？要气质一点啊！有吗、啊？不要偷笑啊，本尼斯。学的老师有什么 idea？ 你看在哪这 idea 了 ？OK， 那种浪漫妆这样，然后这样啊 ？OK， 有了，有感觉了啊！预备，一、三。哇哦，可以耶！陪我的镜头应该是它有一点网线不稳，但是没有关系，你们可以自己 edit 上去哈。刚刚我拍到有点黑黑这样子啊，陪我，等下你 edit 你的照片上去咯。OK， 好啦，所以，哎，等下，我要拍 video， 我太兴奋了啊！来，在这里呢，我们来一起，我数一二三的时候，我会用我电话这里拍，那大家就来讲一个什么情人节快乐好吗 ？Angus 老师，好、啊，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啊！我是也算你们要情人节快乐，然后过后要有那种很浪漫的 pose， 像是我回去、啊，对，那种绯闻这样子 ，OK， 我帮你们帮大家脱单啊 ，OK， 等一下我拍先，预备一
三，情人节快乐！你的粉丝装广泛出来，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我们脱单啦！脱单脱单！脱单可以了，谢谢你们，我会把它分享去平台，谢谢你们。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啦，谢谢所有顾问们的参与。好，那我们也会啊，督导之间呢，舅舅要邀请舅舅老师啊，雪儿老师，还有啊线上的一些督导，如果要等下我们五分钟过回来这里做一个会后会就好了，跟 Agnes 老师一起。啊，那顾问们，谢谢你们，你们的回馈，记得把你们学到东西分享在平台，在 Facebook tag 所有人，知道吗？一定要让老师们知道我们今天做的课你们是喜欢的，那我们才有更加有动力，有更多这样的课哦。讲到我都很热了。OK， 好啦好啦，谢谢大家，晚安，拜拜，情人节快乐，要脱单，脱单，祝福你们大家都脱单，脱单，恩爱恩爱，好啦，拜拜。